揭幕。我的妈呀，那我这还慢呢。天哪，不给控，靠自己肉体打开它。哦，有了，有来了。实在是太惨了，叶哥遇到坎了。这是是的，这是的，这里面没必要放这么多棉絮吧？掉下去的人感觉很凄凉，感觉很凄凉。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比赛了，第一组每队派一人，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下谁先来？我们队伍最高大威猛的，上吧阿深。第一回合你看两队都派出了各队的小朋友，不管是怎么样的壁画，两位站直了都可以过，别怕。